那接下来我们就讨论顺顺治皇帝最有名的《顺治皇帝出家诗》，哈哈，这个我们把这里面再来解释，这个很有意思啊啊！顺治皇帝出家诗，出天下丛林换世山，钵盂到处任金餐，黄金百亿挥为贵。 唯有袈裟披肩难，正委大地三河主，忧国忧民数转凡，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及身家半日闲。来时糊涂七十米，空在人间走智慧，未曾生我。 水是我，生我之时，我是水；长大成人，方是我；合眼朦胧，又是水；不如不来，又不去；来时欢喜，去时悲；悲欢离合，多劳力。 何日清闲谁得知？若能了达身家事，从此回头不算迟。世间难比出家人，无忧无虑得安逸。口中吃的清和味，身上常穿百衲衣。 五湖四海为上客，皆因树树种菩提，个个都是真罗汉。披搭如来三等一，金乌玉兔东复西，为人切莫用心机。 百年世事三更梦，万里乾坤一局棋。一开九州汤放绝，秦吞六国汉登基。古来多少英雄汉，南北山头沃土泥。黄宝换的紫袈裟，只为当年一念差。 我本西方一纳子，未何生在帝王家？十八年来不自由，南征北讨几时休？我今撒手西方去，不管千秋与万秋啊！这里面黄袍换得紫袈裟，也有说黄袍换去紫袈裟。 魏虎生在帝王家，也有一说是魏虎落在帝王家。我做这样的补充。好，我们現在来解释：天下丛林犯四山呢、啊？我们说一波啊啊，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就这个境界啊，就逍遥自在啊，到处有人供养啊，啊。 你只要去托钵，啊，祭祀都会供，尤其是现在在南传佛教里面，都都会养成这个共生的善行，在北传的比较少，南传就比较盛行。啊，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说啊，出家人出来托钵，其实啊，像佛陀那个时候的制度啊，现在没有啊。 像出家人，他们都是在佛寺里面用餐了、啊，但为什么？他他总觉得是像乞丐啊？那积世供养就好，我打斋啊，师傅你就不要出来，你就在佛寺里面给我们供养啊。那我们要共生怎么样？我们都会选择结下安居。那我们到佛寺里面去打斋，去共生。像我每年结下安居，我都会带领志工去古金律师的。 正觉金色、圆通寺，或者以前在兰陵尼生院、比丘尼道场，还有南普陀佛学院，还有我们弃子这边的中心长老的道场，白云寺，确实哈，我个人是觉得啦，那个到清净的道场，那个共生啊，就很殊胜，没办法去形容。 因为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持戒精年自然那个德行、那个德风啊，就是不一样。那还有台湾居士都很乐善好施啊，喜欢共生。你看，每年都七月林口，就新北市那个林口家政大会，我们每年都互持啊。每年都请我去做，请我去做上宾，我都不好意思去啊。 那五千人的出家人，六千人呢、啊？哎呀，那个场面非常壮观，啊，还有中部再生大会，啊，还有彰化共生大会，啊，我们以前万能念佛的指导和尚本路法师，就是中部中部再生大会的执行长，还有南部的脏再生大会，那还不包括佛光山的呢，还重在禅寺的呢。 还有台湾很多基士啊，他们都很热心啊，到哪里去共生？到尼泊尔了，啊，不丹了、啊，啊，还有印度去共生，我那很多啊，啊，南传佛教也很多，共生确实有福报。我以前认识苗栗县警察局局长，是我好同事，啊。 他呢？他父亲呢？是苗栗山上一个关圣帝君庙的住持，也不算住持，是给人家请的庙工啊，平常就帮人家啊，人家民众来拜拜啊、祈福啊、抽签啊，他跟他解签，那很善良、忠厚老实、很淳朴的乡下人。所以你不要看他不认识字啊。印光大师说，那些斋公斋婆啊，心都非常清净。 所以他这样积功累德呢，他的祖孙都很兴旺。他大儿子，啊，当到警察局局长。那我们两个因为很谈得来，在议会开會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闲聊。他的儿子啊，警官学校毕业，当派出所的所长，那家教非常好。警政署长去查缉了、啊、他也不说他爸爸是警察局长。 后来署长查出来，说他是某某局长的儿子。他说：“你有什么不跟我讲呢？”他说：“为什么要讲呢？啊，我父亲是我父亲的福报，我是我的福报啊。”后来他读警察大学啊，硕士班啊，就是我母校。他认识一个女朋友是谁呢？泰国派来的警官。那这个派泰国派来的受训的女警官呢，也不跟他讲说她是泰国曼谷首富的女友，因为泰国。 他们呢、啊？他们那边的民众，第一个还蛮喜欢出家的，再来蛮喜欢共生，那再起来就喜欢当警察。后来是怎么样？后来是两个谈恋爱。那我这位同事呢，警察局长呢，就派他女儿到泰国曼谷去提亲。那叫他说、啊：“你把那边他们的家呢，照相照一些回来给我看呢、啊。”就他女儿回来。 照相照不好，他说太大了，那个别墅太大了，啊，根本像皇宫一样。后来才了解，这个景拉基跟我讲，他的亲家母啊修的非常好。两个儿子，一个管泰国曼谷的不动产，一个管泰国、进口的快艇、游艇的引擎马达。他每年的暑假一定会带这两个儿子。 放下手边的企业的工作，专程到缅甸，因为缅甸出家的很多，去缅甸共生，一共都是一千人打千生灾，每年哦、喔，所以他们这样积功累德呢，啊，他们的事业兴旺，啊，那么家风、家学、家道。 家业都非常的顺遂，那顺遂到什么程度呢？泰国啊，泰国曼谷的新机场啊，啊，突然要改建到新的地方去，就现在的那个新机场的位置，啊，结果那个新机场要经过的所有的那个道路啊，还有那个机场的位置周边，全部都是这位。 我们警察局长同事啊，他的亲家母的徒弟，这个福报啊，是前世重因修来的，也是前这一次修来的。所以，证明老和尚说了，财布施是越手越多，越多越少，这一点多也没有错啊！啊，从这个就可以印证啊。那他平常就积功德，共生。所以，天下丛林范四山的意思就是。 啊！大家恭敬三宝，都喜欢到丛林佛寺里面去打斋共生，像我早期的习惯，我还没有校园讲堂以前，我喜欢供斋。我一到佛寺，我就一定打斋的。所以，老实说，我学佛到现在啊，我师姐，我爱人啊，就煮了一道非常好吃的素食。 就是修好运都好报、啊啊啊，啊，校园讲的不收工头箱啊，哦，从成立到现在九年多啊，都不收工头箱，只准年年捐一百块，一个是买饭菜的一百块，一个一百块啊，啊，是缴水电费的一百块，其他除了印金以外，还有放生款以外，其他不接受供养。 但是我们一直到现在，弘法都很顺利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顺治皇帝说：“天下丛林换四山了。”意思说，因为中国的丛林非常的多。老和尚有讲过，以前科技不发达，丛林都是会讲经说法，而且都是办教育的地方，传承如来家业的地方。所以古代丛林里面，出家的人都会讲经说法。 啊，所以老和尚说那时候科技不发达，所以必须要丛林盖很多。钵以到处任金餐，你只要是一个出家人，你到佛寺去挂单，到丛林去挂单，啊，你都可以在那边呢接受供养，这叫钵以到处任金餐。啊，黄金白玉非为贵。 你是家财万贯，啊，你家里有金山银山，啊，一气不来，临命终死，万般将不弃，唯有业随身，什么都带不走，只有功德跟业障带得走，还有作业带得走，你这些黄金白玉，通通带不走，所以它不真实，它是梦幻泡影。 如有对应做如是观，所以黄金白镒非为贵啊！我有袈裟披艰难，但是问题，你要穿上这一件袈裟剃这个头就不简单。所以大圣大吉地藏尊那里面就有讲，他说就算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，佛陀特别叮咛啊，你都不要看不起他、啊。他说连鬼之母都不敢吃他、啊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有回头的机会啊。他视线出家的人，他就是为让视线做个表法，让人家什么？让人家恭敬三宝。当然，你也不知道他是破戒呀、啊，或者他不守戒律呀。但是如果他有一天像盈科法师一样，他忏悔业障了，他一心念佛了，求生西方了，诶，他到希望就是在上品上升诶。他是法身大事诶。 你怎么说呢？所以很多人呐、啊，众生着像，很容易被这个像啊，被这个境界转了、啊，啊，是、就、不是瞧不起他啦，排斥他啦，毁谤他啦？以前我在台北市警察局的时候啊，警察局也没有素食，那我就只好出来到街上去吃。 啊，在台北市武昌街那边呢、啊，有开素食馆，我就去那边用餐。每天出去，口袋一定装的几百块，但是因为出家人太多了，我只能一次给五十块，因为每天都要出去呀、啊。有些出家人啊，就在骑楼下面啊，铺个毯子啊，在那边拿眼镜呢就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有些也是吃大悲咒啊，因为。 中午的时候，很多上班族都会下来去用餐嘛。有些是躲在巷子里面，<laughs> 哈。那我就一个出家书给个供养，啊。其中有一个出家书是比丘尼，那么多人经过，他躲在那个巷子的那个黄火巷里面了。我们台湾叫黄火巷，就是。 这跟这间房子跟这间房子之间的一个间隔间隙，那个叫黄口巷。我看他的波啊，一块钱都没有，那么多人经过，连一块钱都没有给他。我有时候出去啊，就到到外面去，或者到佛寺去礼佛啊，带小孩去，我一定告诉小孩说共生，他们都很听话，拿钱去共生。 你要养成小孩子共生共的三宝习惯，因为佛法生呢，他是住持三宝。你要到自信三宝，那当然还是透过修行了、啊，不是一下就自信三宝啊，归佛歸、归皈归法、归正、归身、归亲净不了，没那么快的啦。但你从素相上开始布施，开始种福田，那僧人代表三宝住世嘛，啊。 当然，这个出家里面有凡夫生跟圣贤生。圣贤生就是开悟的圣人，圣生当然不多。其他都是凡夫生，跟我们一样有烦恼习气，那难免的。因为他也在修行嘛。哪一天他转凡成圣呢？他是转迷为悟，他是他在正果了。所以基本上来讲呢，学人呢。 始终到现在，我对出家人我是很恭敬的，啊，包括万能念佛，我都是，啊，一定会共生。所以唯有袈裟披艰难，这出家是个乃大丈夫所能为啊，大丈夫才做得到啊。什么叫大丈夫下、啊？不是将相，你大将军跟宰相不见得会出家、啊。 啊，啊，所以非将相所能为啊！嗯，不是说你将军跟宰相，你这掌握权力的，你叫他出家看看，你叫出个术都很困难，不要说叫他出家，你要将他放下五味六神，那么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所以我有袈裟披肩的，我我我我个人解读了哈，我每次看他出家人，我都觉得算了不起，他能剃这个头就了不起了。 现这个生宝形象就了不起了，所以我们作为在家居士担任护法功德是一定要的。因为出家就是要什么？要了生死啊，要断烦恼，要处理三界呀、啊，要在贺丹如来家业呀、啊。正伟大帝三合主，朕就是顺治皇帝。他说：“我掌握整个。” 中国的江山啊，嗯，他是清朝皇帝啊，他当然是掌握全国的江山啊，大地山河子都都归我管的、啊。又国又民是转弯，每天处理不完的公公事、啊，就像我们现在习总书记一样啊，管十四亿人口啊，哦，那真不简单呐、啊！哈，这个省那个建设啊，中美贸易大战，哦，哦这个事情太多了。 哈，还要兼顾到大家都有饭吃，啊，脱离赤贫，脱离这个文盲，所以啊，这个帝王为什么自古以来大部分都是菩萨示现？确实有这样的道理。你像周文王、周武王啦、啊，啊，周公啦、啊，那都是菩萨示现的啊，啊。 所以忧国忧民，数转烦呐、啊，每天就是日理万机呀、啊，哪有时间修行呢？哈，百年三万六千日了一年啊，三百六十五天呢、啊，一百年就是三万六千日啊。百年，他百年意思说，人最多只有一百岁嘛，百年嘛，三万六千日，不计身家半柱钱。 你就算活到一百岁啊三万六千日，你没有一天比得上出家人。他半日闲，你半天都比不上啊。他们逍遥自在啊，啊！来时糊涂，去时迷了，空在人间做作回啊。 他是有所醒悟的。我们众生都是什么？人生是所谓而来的，我们都有果因之名啊！带着业力来人间呢、啊，终一生助胎啊。所以，经过母亲十个月的胎育啊，就像地狱里面一样啊。 所以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，来死糊涂的，气死你！你跟他说放不下了，迷惑颠倒了，昏迷了，昏沉了，插管了，气切了，<好>癌症做化疗了，痛苦不堪了，啊，放不下妻子了，妻女妻子啼哭了。 来死糊涂七十米啊！空在人间走一回啊！好好的一个得人生的机会啊！人生难得，经已得。佛法认为经已过来人间几十年了，你不会修行，一个烦恼都没断啊！来到人间呢、欸？ 啊，带着这些恶业离开啊，到三国道去报道，所以空在人间走走这回啊，啊，就李炳老师说啊，该怎么生就怎么生，该怎么死就怎么死啊，就是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啊，永远是十二因的里面的无名行、事，名、受、六路，畜受、爱、极有、生、老、死，这个流转啊。 流转门就流转生死啊！哪天无名破了，无名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世灭，世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者六入灭，六入灭者触灭、受灭、爱喜忧灭、生老死灭，还灭门解脱了，空在人间走一回啊，走这回啊！其实啊，我们现在还有点力气啊，能读到这个，顺至。 皇帝出家时，我们要警惕呀、啊！你现在观想，你现在躺在医院里面插管、器切、等死，哼，做化疗，每天看到那个外面的熙熙攘攘，那些都没有你的份呐、啊！你下不了床啊，你没有办法享受啊！你在那边就任人宰割啊！啊，病苦业力的折磨。 你连走出去医院都没有办法，所以学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！能够求生极的世界，在这一生能够学阿罗汉，所做、一半不受后有，能够扶助烦恼，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可以好好念佛，可以护持三宝，每天吃得下，睡得饱，无忧无虑，是最幸福的、啊。 所以，空在人间走作回，好好让我们警惕呀、啊。